领导已经在改变台湾这个社会，我们也希望我们发展出来的东西。新经济已经变成我们不仅是台湾，而且很多全球的。Which we are defending, it's called decoupling. So we believe.我们要超越 GDP， 迈向 SDG。